刘嘉玲经常陪伴老公梁朝伟出席各大活动，更不时透过社群更新老公的工作日常。当梁朝伟的粉丝们纷纷笑称，追踪刘嘉玲的目的就是为了看梁朝伟。最近，梁朝伟与刘德华暌违22年再度合作的电影《金手指》即将上映，两人也经常同台跑宣传。日前，刘嘉玲分享了梁朝伟工作的相关动态，却罕见的说此地无语，甚至附上了翻白眼的表情符号。只见梁朝伟与刘德华在记者会上应媒体要求挑战爱心五连拍，两人做了4种爱心手势，最后一起比出大爱心，脸上也都挂着灿烂笑容，让影迷们难得看见梁朝伟如此活泼的模样。脸。刘嘉玲的发文引来不少网友调侃，嘉玲姐是吃醋了吗？夫妻俩相爱相杀的相处模式实在是太可爱啦。